送给你，谢谢。你拆开看看，我怕哦，我把它弄坏，我还拜托那个老板哦，叫他给我包好一点哦。有没有漂亮？这是哦，我一朵一朵的挑出来的。我打过说哈，那个房东哦，先生已经死了，所以哦，特别哦，叫我买这束花要来哦，安慰房东太太。时机不对吧？对不起，我不能接受。哎，没有了，房东太太，你要了解，这是我大瓜的心意呢。我相信你一定会了解的，对不对？拿回去。哎，建国，你妈妈是老客气啊，你怎么真的要给我送回去？哎，怎么这样子？哎，建国，爸，有点事不能办。难怪你哥生气，什么事？像这种。关老先生，请你自教育。我们才刚确定我父亲死了，你就送这种花，你未免太急了一点。你考考看呀，你呀，当死人你敢上这种花，我挂人的心。我哪知道我要上死人？阿爸跟阿公叫我买花，哦，伊就出头家娘啊。我去花店，甲迄头家讲，讲我要买花哦，是阮阿爸要送我女朋友，要甲安慰的。阿爸，奶奶，对不起哦，花是阿妹买错了。我爸爸的意思是要他买白菊花，要向房东先生致意，没有别的意思，不要误会。对啦，麦盖光盖嘴啦，等一下人家嫌我们烦，还以为我们对他有意思嘞。照照镜子啦，老女人啊，对不对？你什么意思？请你说话放尊重一点。什么意思？哼，哦，意思是要我送他这种花哦。嘿嘿，等下辈子啦。郭老先生，请你记住你现在所说的话。嗯，你放心，像这种女人啊，我还懒得惹嘞。我听人三百块，啊，再来个等医生，我就规日就剃头啊，讲话你啦。对不起啊，你让我们这家好好吃顿早餐。房东太太，对不起的，我爸爸在气头上说的话，你不要放在心上。赵建国，我希望你以后啊，对我爸爸讲话要客气一点。不管怎么说，他都是长辈，对不对？郭建国，建国，爹爹。